房车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现在在高瑞区一个沃尔玛，昨天晚上就在这住的。因为滑铁卢那边啊，感觉气温是零下了，但这里的气温啊要比滑铁卢要高5度左右。现在是早晨7点，今天预报呢是晴天，我们车就停这里，昨天很安静这里。哇，这个早霞又出来了，大家看看这漂亮不漂亮。这一天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。